参与了这部作品的演出。身为一个观众，当你在看一个作品的时候，你身为其中的表演者，它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感受。每一次的演出之后，在很累的同时，你可以感受到观众因为来看你的演出，他的那种喜欢，他的那种喜悦，然后也让他们充满能量的这样子去离开。我身为一个表演者，其实最大最大的满足感就是在于这样子。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摩的机会了。